way media professionals work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echnology. At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Trade in Services, emerging broadcasting technologies like 5G, 4K, 8K,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re featured at China Media Group's exhibition stand. 咱们目前看到这两个呢，就是总台4.0发的5G加4K背包和5G加8K背包设备。那么其实这两台设备呢，主要的意义就在于我们把那些之前所用到的大型的那种机箱的设备，把它给缩小，进一步的把它的便携化、轻量化给突出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再有一个单兵记者出去。 就可以随时随地的背着这个背包，就可以完成这个画面的回传了。只要那里有5G网络，啊，可以试一下。It's lighter than I thought。那去年最重要的10月1号的70周年大庆的时候，我们就使用了这款背包设备。当时有4个摄像老师在那花车上移动状态下，背着这个背包，手持一个微型的 4K 摄像机。 就进行实时的这个画面回传了。这个是总台首创的虚拟网络交互制作系统，是 5G 与 VR 相结合。比如说我们在一个风光秀丽的地方，但是由于主持人受了天气的限制，或者是受到其他的外界因素的限制，他没法到现场进行现场的直播或者采访。那么我们可以在现场架设一个360度的 VR 摄像头，通过 5G 网络当。 现实的环境传输到我们演播室，然后演播室跟主持人合成，就可以进行现场直播。这个也是总台的4AI 增强视频增强技术，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是86版的《西游记》，他们是86年通过标清磁带的形式来进行拍摄的，到现在为止，他们已经有产生了噪点划痕。 而且标清的素材本身它就受到了分辨率的限制，它不可能很清楚。那么经过我们视频的增强处理之后，那么传统的这种标清拍摄的经典的片子，那么由原来的标清变成了高，变成了我们的 4K 的分辨率。同时，由于磁带拍摄所带来的这个噪点划痕，通过我们的 AI 的人工智能的算法，就把这些都去除掉。 我们现在展示的话，就是咱们 AI 云剪辑的这个系统。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去年这个70周年的时候啊，我们 AI 云剪辑啊，是为这个每个这个方队都剪辑了一个大概70秒左右的一个小的成片。然后这个小的成片呢，大概是在这个电视端播出以后90秒左右就可以出来了。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时效性啊是非常强的。然后呢，咱们出的这个成片呢，是跟这个电视端的这个画面啊。 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可以让这个观众啊，就是更加的这个全面的来观看这个阅兵的这个整个一个过程。With these emerging broadcasting technologies, we can provide you media content that is faster, clearer, and more creative.